减肥前是170斤，现在准确来说的话是有125。我真正开始减就是从大一放寒假的时候，就是1月1号，虽然是减肥第几个月，很多的化妆品怎么化它都不好看，衣柜里面都有很多大码的衣服，想从内心就改变自己，青春只有一次，就想勇敢一次嘛。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整个人现在非常的自信活泼，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，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亮的地方，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。